时候，你要头稍微仰一下45度，让你的那个声道更畅通。然后再多我就没办法偷了，毕竟我是有上前去花钱去上课。那么登场惊艳全场的，那么吼出大枪，响不响应响应，谁在打击响铃？那么厉害朱祥林，是这样吗？哎，有走音吗？有走音吗？我的新闻稿说我车祸，先不要了。林香清姐被前东家冷冻一说，专当小龙女，车祸现场应援曲，完全感受到了，真的是最近身体越来越好，可能是因为心情影响到身体，可能最近好像刚刚有转换一些工作，有一毛的，但是哦，还是可以感得出来，感觉得出来，她身体是以前呐、有一些些的寒气，啊，可能是因为有被冷冻过这样。七七老大真的很懂时事梗。林湘日前被传疑似遭前东家乐天冷冻，以及薪资待遇不佳，才跳槽加盟职棒味全龙，成为小龙女。昨天正式官宣，连蒋万安市长都登门留言。觉得哇，他还有特别到我的粉丝团留言，觉得好像蛮是一件蛮酷的事。受宠若惊。昨天我必须要讲，这个留言是丁伟去留言的，好，所以这件事情因为我投赛有主，大家都知道我是资深的龙迷哦，我就是龙迷，这跟是不是乡民没有关系。我没有说寒酸，谁说的？才没有嘞。没有这件事，那是大家自己多脑补出来的啦。那时候是因为我刚好外务比较多，对方还满意吗？据我所知，就是每一队啦啦队的薪资都不太一样。我们昨天是春训的第一天，所以相处起来都还不错。而且我之前有一些主持节目啊，都有陆续遇到一些女孩，所以其实算是蛮熟识的。然后经典赛的时候也有就是遇到过，算是比较期待。期待比较多一点点，对，毕竟换到新的地方，就是有一种全新挑战的开始，有一种3年前刚加入啦啦队的时候的心情。可是你这样子就没办法帮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就毕竟还是着重在工作上面，我换了一个公司，就是努力认真为那个公司效力，就是以工作为主，这样以工作为主，担心练我的味全的一员，所以你就没有练。就是因为我都很专心的专注在那个 Google 的档案里面。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，将我卷入了迷雾中。练习歌艺的是没问题，但是先没关系，要变强自己。可是我持续都有去找老师上课。他说唱歌的时候你要头稍微仰一下45度，让你的那个声道更畅通。然后再多我就没办法偷了，毕竟我是有上前去花钱去上课。这是千年之恋，与爱。那么登场惊艳全场的，那么吼出大枪，想不想一想，谁在打击祥林？那么厉害朱祥林，是这样吗？哎，有走音吗？有走音吗？我的新闻稿说我车祸。哎，那个你们的字幕都上